美凤，你先冷静落来。你要找警官，替你的先生妈妈讨一个公道，当然是真重要。要唔过你若真安尼做，你甲医生的婚姻要安怎过落去？恩恩以后日子要安怎过落去？伊但所有代志，伊也会你毁掉，毋是即个假尔。以后你甲医生要安怎互相面对，要安怎相处？ 我知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甲静华早就冇好生理，根本无法度去相处落去啊！啊，不过我无希望你甲我行同款的路，我无希望你甲爸爸过同款痛苦的日子。爸，你是讲啥？你早就知影。爸，我就是惊你知影。 假使我的伤心，我必然是要保护你的。你竟然，早有什么拢知影？爸，你想到假条条，都有什么代志要我发生？我爸就已经看到医生结婚，伊到底要想啥？美凤，我知这件代志的时阵，你已经准备要娶医生啊。在你结婚到堂的新郎休息室。 我真正想要把代志的真相讲互你知，啊！不过我若是讲出来，你甲伊想要安怎行落去？雷锋，你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你的人生会全部拢改变。爸爸真正无希望，以后你的生命中，你可能剩修婚，还佮报复命。我希望你会为着你家己好好活落去。 你相信爸爸，才所有梦完，就发誓做爸爸的承担就好。等我爸离了，我去找你亲生妈妈，我亲手甲回信咧。我阿公是我目睭青盲，我袂晓看啦，所以我才相信静华讲话，才做出假借错误。爸，你敢知影？万一是内面有啥？林静华为着要抢着你。 伊讲的牺牲，干吗有钱？伊的面头前假好人关心妈，虽然妈面头前讲袂出，讲你一定爱着林静华。妈的身体本来就无好，再加上受这款打击，你敢知影？伊离开世间时阵有偌痛苦？ 你肯定讲这种白贼话，来欺骗美凤。我肯定，我全都唔知啊，我拢唔知啊。所以你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为了甲家幸福，放弃天马土的公道，我做袂到。林静华，若无受报应，我死嘛袂甘愿。美凤。 问题是你也真正安尼做，你的人生会全部拢走进去啊！你也知影，失去你上心爱的人，会是你人生中上大的遗憾。我无希望你甲医生行到这款地步。我甲医生无可能做伙啊！趁钱嘛过会好，法院追究钱也袂亏。我一定爱林清华付出代价。 叫郭佳佳把王香兰带走，到底是出什么主意？不管安怎，就对袁永豪、杜瑞峰带着王香兰去把我救出来。哪里我就害啊！希望顾永成赶紧找到王香兰的下落。
我哪会知你是要怎样？对不对？王小海，你是要对顾家家走？你到底是在想啥？你就是讲全天下的人拢亲像你共款，做歹代志还佫可能轻视，也佫有良心，所以选择就佫想着你的控制。你这个查某囡仔真正小到有剩的，我不准你做王小海，听我话讲话啦。对我来，我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讲，来。你想要创啥？这是餐厅，有足侪人啊。 你若是敢学袂来，是你家己想办法。我是想袂见。你敢讲？你有听到？敢讲的？王小磊，你莫讲啊！你莫对遐少年学袂来。你甲我讲，你要偌侪钱？我需要你1000万，还是3000万？你快！你这里放弃！啊！你这话！你这话！ 我哪会来遮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啦。即马人拢到啊，你敢讲认为我来遮真奇怪啊？原来约我来遮，毋是伊秀是你。你既然偷用伊秀的名义约我出来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若是无安尼做，你敢会出对子？我无叫伊秀出来，已经对你真客气啊。还是讲？ 你连最后一点秘密拢袂讲，还要跟伊相叫来，当伊的面，跟你当伊做卑鄙的代志，甲伊讲。我会知影，原来伊的妈妈是这么可恶，会感觉伊做你的查某囝是真计较的代志。我唔知道你咧讲啥啦，我也无做啥物计较的代志，你莫伫遐讲遐无天啦。你无做计较的代志。 好，那呢，就当你证人来讲，给大家做一个公断。王湘南，我唔知你是安会来遮，你若无证据，就莫恶面讲话。若无，我是会告你哦。到时阵，你甲你先生开的证据就开袂落去。我有证据啊，这都是证据啊。 这是你亲手写的支票，为着要套我的嘴，要让我拆破你嘴型啊！林静华，你无代无志，予王律师一张100万的支票，你到底想要安干啥？笑破人的嘴，一张支票尔，是会当证明啥？你是学法律的，啊，一张支票。 上最吼是证明我甲伊有借贷关系，也袂去做证据啊。我就是当时的护士啊，我当年所判的代志吼，伊拢知影啊。敢是安尼？你若好好老实讲，安尼我着放心啊。因为我确实是无辜的啦。这美凤的个性避暑，无法度承担着压力，家己的想袂开，送去精神病院做治疗，这敢着爱怪？ 那是伊家己的问题咧，啊，心脏无好，一定也讲着袂富气。讲来讲去，伊就是短命啦。就算毋是因为我，因为其他的代志哦，嘛会发病啦。好，莫阁讲好无？林清华，我不准你不良吴妈，吴妈明明就是你害死的。你竟然把一条人命，搁这么无要无计，搁来乞求伊，真正是够可恶呢！ 我讲的是事实啊！你家己想袂开，身体歹，脾气当然卖无好。当初我甲伊讲无两句话，我也无讲啥物刺激伊的话啊啦！你家己都掠讲，心脏疼去，是要怪啥啦？是讲伊若无死，外口今仔日恁爸仔囝是爱照顾一个气笑搁破病的妈妈呢？啊，你自然就免做，猪嘛免读，一个人拖累着规家伙啊！所以较早死，毋是较清醒。 我咧做干唔对啊！杰米，啊！静华，你
的心肝哪有法度这么凹凸啊？当年梅凤仪的身体甲精神状况拢这么不好，你竟然讲这种白贼话，你欺骗伊，你讲我对你有感情，你挑到阮这为了刺激伊，这里在你面前真的说得出来？你这恶毒的查某，真在罪该万死！梅凤，梅凤！你竟然出手救，害死我妈的人！啊！你安尼，咱对不起我妈，咱对不起对你付出。你错啊！我不是救的，我是来救的。我来救我的后生。我绝对没有用过你的命来，因为这心肝恶毒的查某去绑在任何的污点。你即马是准检察官的，你没有一点点不良记录，你若是有前科。啊！你的前途都归啊乌有去啊！你有听到？你想要安怎？来啊！你做你来啊！你若是敢哭，我就告你！你干什么？是要跳过刺激雷锋？你家己嘛有看到啊？伊像因老母安笑同款，一想到刺激哦，就两公啦！我哪有可能甲伊笑到的这款人？伊这世人哦，是扶不起的阿斗了。像哪敢有交叉哦？像就衰了。你林志华，你搁想要刺激我？我跟你讲，无遐尼简单啊！我即马就要带王律师去报案。你若是要乌白拗，一定要去警察局慢慢来拗。去就去啊！我出钱栽培你去读法律系呢，这钱哦，就敢那等来水底共款啦，白了去啊！就凭王湘人讲的话，你特别点我的罪哦、喔？那是因为欠我钱，害我袂去，才会误了我呢。你这点仔法律常识，你都唔捌啦？林静华，你就是靠这阮卖淫过身，无就跳出来指控你，才敢来这大声。安怎？你总算想到恁妈妈已经死真久啊吼，死到骨头拢会拍鼓。安怎？你要叫伊指控我，恐也有困难。你看清楚，这本日记想嘛当年的疗养院留下来，伊把你的所作所为，不管是时间、地点、发生过的代志，拢写得清清楚楚。我只要把这本日记交检察官，照顶面的指控按图索骥，就当找到相关的事情，你起诉的机会就真大。无唔对，林静华，你真正是史上最强的恶奶，为着要抢别人的翁，陷害大宝去坐监，阁甲伊的律师做伙来欺骗伊，害伊去到精神失常，予人判强制治疗。参像你这款恶毒的查某，只要你的罪行公开，所有人拢会对你配嘴软。阮妈受尽委屈的痛苦，若不是为了要见我，敢传伊。再来看我放弃人生，伊为了我拼性命活落去。不过，伊害心脏病发作，对伊见死不救，害伊，伊想要给我最后一面机会拢无。好佳哉，天公变有目睭，伊把我妈害死，法律追诉期也袂过。今嘛人证物证拢有啊，你有等呢，受法律制裁。那你再用好吗？你纠缠底下当兵吗？日记我，天啊！日记我，你先冲上！你好吗？你先冲上！你好吗？你先冲上！啊！日记我。你乱说话啦！你要就是讲你安尼，就会当做让瑞芳哥去告你，你就带你去坐监，上好坐到起痟，才叫做是你的报应。
你给我笑过来！放掉啦！我就是无叫你妈妈，上济就是过失杀人，也是一颗罚金啦。我会找上好的律师，一边小姐哦，一边妈妈给拍官司啦。看这条官司哦，看谁拍挡袂掉。是不是你讲啥呀？林静华，你若做有钱，请上好的律师，就用改变法院判决，就用脱罪。无唔对啦，我就是有钱，我会请上好的律师啦。你有三千万，有啥物了不起？我会甲你拍官司，拍甲你三千万开了了啦。我老实甲你讲，这几年来，我逐天拢困甲真饱，逐天拢过啊真快乐。我若会当回来吼，我赶快袂救你的妈妈，因为派恁爹袂记，伊无准该得着这个幸福啊。就算讲你生气，爸啊，这嘛是事实啊。林静华，你真正一点悔意拢无？无唔对啊！你妈妈死在我面头前的时阵，就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阵啊！安怎？我安怎啦？我即马也是为了谢多谢，多谢你给我一项温暖的亲骨。你的自白里面，你若完全无悔意，而且还当证明你是故意杀人，过失致死可以判两年啦，非义务人遗弃致死上侪判五年。我即马等了烦恼，是要安怎用我当罪名来判你？你承认，你实在是为害死我妈，那呢，你就是杀人罪。杀你的罪名有我当，敢知影？根据刑法，杀人者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若犯后毫无悔意，法官还可以从重量刑。你听我讲，不管这查某伊心肝偌恶毒，啊，不过伊还是伊小甲儿女妈妈。你的亲生妈妈已经过身啦，都过去有我的，都已经救全体啊。你相信爸爸，你为我的人去想，莫活伫世间呐，逐天拢活伫痛苦中。爸爸跟你回去，算爸拜托你。这条你条你准多少好？爸，你刚才你在讲啥？准多少？哪一些当初伊不去帮忙耍？伊用心计较，一步一步，干嘛必要死？那是我恶毒。我因天命人做出来代志，无这种妈妈拄好啦。可别想到伊的形象，突然变作歹人。林静华，你要烧钱啊？做你烧啊！即摆上好的状况啊，就是你后半世人，拢要让这官司甜条条。假使你无法度。个只话，甲你所做代志完全推翻，那呢，你就等下用判死刑。他算不是死刑，你用关一世人。我希望你用关一世人，我甘愿来洗金钱你。林静华，我看你失去自由，就惨叫。当初有妈，一个人光孤单单的疗养院同款，你就怀疑，你就甘愿呢？
瑞芳，我袂欠亏，我袂欠亏，我知我唔对啊！你看到医生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好无？我袂阁管你甲医生的代志，你要偌济钱我拢给你啦！我要阁感谢你另外代志，你放我一条死路啦！林静华，你要尽量哭啊！啊，我唔管你安怎哭，对我来讲拢是假，我袂同情你。但去坐牢。你要尽量哭啊！啊，不过不管你安怎哭，对我来讲拢是假，我袂同情你。但去坐牢。瑞峰哥，咱即马就去提出告诉。林天，我拜托你，你去求瑞芳帮我说，阿兰一个说，伊骗我妈妈，阿你对伊无公平，阿你对伊无公平啦，我拜托你啦。别客气了，我跟你讲，为即马开始，你想我卖跟我白来，卖有任何动作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的。杜瑞峰把我毁掉，郑美凤的好心把我毁掉。顾律师，是我，我要拜托你给我做一件代志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拢要做到够。瑞峰，佳佳，恁先上车。人受不了好生，所以你真正是较长的。你爱为着我的人好好设想，所以唔管安怎，爸爸赶快要拜托你，你会带点衣袖，还佮恩恩的分享。你心肝恶毒的查某，你这边放伊煞。若要对恩恩来讲，真正受过残忍，安尼恩恩以后真正足可怜的。爸，我已经只有让步啊。对恩恩，我真歹势。我只将恩恩有你照顾，伊是一个真巧的囡仔，我相信伊大汉一定了解。啊，若是伊小，我就是顾虑伊感受，才无在伊面头前揭发这件代志。我袂甲伊讲的，较免伊伤心。不过爸，为着要替妈讨回公道，这个官司拍落去，伊闹我啥程度，我就唔知影。瑞峰，你敢要听人咧讲，事缓则圆，这件代志你用较和缓的方式来处理啊？你敢有需要这尼激烈？你顶下不甲一家人伫法院咧过来过去，不甲代志无都收煞清。爸，我无想用我后爸死人来挽回林静华，只管政府交出去。可以坐牢，我才会甘愿。安老婆，我一世人对不起妈。爸，
静华，害嘛失去家庭，失去甲囡仔作为生活机会，是你失去命，才失去性命。无害这家，对妈心无公平啊！瑞凤，妈，爸，好啊。我袂当等遮，等四天将伊找来，我一定要离开阿公母，愈远愈好，因为我予伊找袂着。回家啦！临时是要走去倒？我是安怎要离开啊？恁莫问较济啦，飞弟郎哦，离开家拢好，去倒位拢好啦，紧的啦！妈，我无爱，只有我的朋友，嘛我要寄托一世人的查甫人啊！妈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下晡的新闻画者有甲我讲，伊讲伊要为着我离开即卖学校，去别间学校教书。那是因为伊想要跟我光明正大行做伙啊！小婷，伊骗你的，你无可能光明正大做伙。小婷，你听妈妈的，惠婷哦，你即马所看到的，这一切拢是骗局，拢毋是事实。你只要听妈妈的就好啊。妈，你莫安尼啦，你把我吓惊着啊！妈妈的意思是，无啥物代志是永远的啦，古来拢会变卦，尤其是爱情啊。好啦好啦，要离开哦，我一定会跟你离开的。啊，惠弟，你行到倒位，我就会跟你到倒位。也毋过嘛，无需要遐尼赶紧啊。我这学期也得要结束啊，等我结束了哦，咱再。袂用，你拉袂赴啊啦，袂当搁等落去啊啦。是安怎？因为你袂用你，我袂用让小婷知影伊真正的心事。妈，到底是安怎啊？你毋着讲我清楚。第一慈善音乐会，我拄到子晴爸爸。我少年时阵是子晴爸爸的第三者，所以我为着要相骗伊，我就带你四处搬厝、四处觅，都是无让伊找着我。啊，即摆伊已经发现我，一定袂放我煞的啦。细汉，都知你伫感情路行到足辛苦的。原来是因为安尼，我从来都毋捌听你讲到遐详细，毋知你是咱婚姻的第三者。啊，那呢？谢子晴的阮小弟哦？毋是啦，我有听子晴讲，伊是妈妈领养的。啊，那天祥阿伯嘞？
你是婚姻的第三者，敢讲伊就是我的亲生爸爸？啊，那安尼，以后我是要给什么态度面对伊啊？小婷，你免面对伊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咱无伊，咱嘛过得真平静，敢毋是？你只要有妈妈就好啊！所以，你免问阿姐啦，你都去甲物件看看嘞。以后我有时间，我会介绍给你听，好不？妈，进来啦，妈。安怎？有通无？拢无人接电话。有人接？哎呦，安尼不会用啦，一直卡拢无爱接，咱直接去因家。子琪，你即马吼传妈去江小婷因家，我要当面问好清楚。行。哎，小丽啊，啊即马拢这么晚，啊你走去南岛刚好。是啦，妈，今仔日发生这么侪代志，因的心情一定足乱的。你是卖遮尔啊着急，伊若无可能，敢若过一暝就过人无去啊！今仔日着好好休困，明仔载我再带恁去找因，好无？是啦，啊，因有厝店面，无可能走无去啦。咱即马拢已经知影因到住伫底，店伫底，随时拢咱去找因啦。你是伫惊啥？啊，毋过，妈，我知影你即马心情一定足乱的。也毋过，你也是爱让你家己的情绪较稳定、较理性。安尼明仔载才会使好好甲小婷妈妈讲啊。啊，若无恁姑忘两句，就点仔冤家，慢问我结果啊。来来，坐坐坐。甲过去费平是都惊去啊，觅了遐尼侪年啊，你是要阁惊伊惊走去？即便是咱好运才当找着伊。你若是我甲行走，后面哦，咱都无这么好运啦啦。好，我认真，我袂讲，我袂讲遐尼冲动啦，我会好好甲江伟平讲。林静华安尼跪伫你面头前求饶，真正是大快人心诶！安尼才会当替你死去的妈妈讨回公道。是讲你拍算要安怎告林静华？我已经告到了苏学长约后，要去地方法院准备按理申告。落去看麦。我这我都好了，爸，爸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啊，别不好！进来，到底怎么上场？我给毕达搞出来。你是林静华派来的吗？我就知啊。你连出澳博，副员兵都来追了，都出来，都回告。你别不喝！啊这人一定是林静华派来，为着要保命。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，可是讲我若是要继续帮助杜随风，后一个发生代志的人一定是我。我上来，你慢走。再见。你也想要救，把路边搞出来。可以可以。慢下来，路边搞出来。好，你该放开，老人兵好你。
弄过。已经办好啊，你即摆当安心吗？姐姐，姐姐，瑞峰即摆到底了。你这个凶手，你来这创啥？瑞峰哥发生什么代志？问伊就好啊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无啦。我拄则陪林德去病院高手啦。啊，林德哦，拄啊听到病院通知，讲瑞峰受伤，阮着紧赶过来看卖下。看啥？看你的杰作，看你安怎用奥博去造录音笔，搁害瑞峰哥受到重伤性。你是安尼讲？这其中是不是有啥物误会的？因为饭店的停车场离开了后，伊拢对着我身边，伊无做甚物代志。敢有需要伊家己动手？只要伊卡一个电话就用。除了伊，还佫有谁会去找瑞峰哥的录音笔？佫还伊位车顶摔落来，即马受重伤，等咧急救，唔知影敢会有性命危险？就是伊，是伊要伫瑞峰哥的性命。郭姐姐，我警告你哦。你有几分的正骨，就讲几分的话啊！卡叔讲，我若要对付瑞峰，我踏着伫只等去查你哎呦！我一直甲林德做伙，林德会当证明我是清白。问题是姐姐伊讲嘛无唔对啊！你只要卡上电话叫别人去做，意思是同款。林静华，你上好唔通我知影这件代志真正甲你有关系，阿那无？你永远不知影悔改，你要继续伤害瑞峰，我绝对让你知影，我永远永远拢无可能去相信。林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无可能找人对付瑞峰啦。之前的代志，我嘛知影唔对啊，我无可能再做出伤害你甲瑞峰的代志啦。是安怎？那伊向阳受伤啊！爸，到底发生啥代志？爸，甲姐姐哪会拢伫遮？你紧甲我讲啊！医生，先别紧张。瑞峰伊出车祸，即卖伫内面咧急救，结果要等医生出来才会知影。不是要去律师事务所。赵律师伊敲电话给我，伊甲我讲伊厝内底临时有代志，必须要赶回去处理。假使你若坚持，今仔日一定要甲我离婚。那安尼，咱就直接去因家找伊啊。要去什么所在拢无差，只要你答应我，等下开3000万的机票给我，我马上就签离婚协议书。另外，我阁送你一张。放弃熊 baby 监护权，懂意思？
等代志处理完成以后，我袂去和你见着小妹妹，所以请你即马敲一通电话小妹妹。在小妹妹的心肝内，你对伊来讲是一个英雄。为了伊好，我袂甲伊讲出你是一款卑鄙的小人，这对伊来讲是袂赞成。是爸比啦，有没有想爸比？爸比好想你哦。爸比跟你说，爸比要工作赚钱钱给熊 baby 啊，所以啊，爸比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回来看你，你要乖乖哦，要听妈妈跟珊妮姑姑的话，知不知道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爸比就知道熊 baby 最聪明了，一讲就知道了。还有熊 baby， 爸比现在是个大富翁哦，所以你想要什么玩具爸比都可以买给你，这样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爸比，你要变大富翁了，是不是你中乐透啦？爸比没有中乐透哎，但是比中乐透还开心哦。反正以后你要什么东西，爸比都买给你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可是我以后要让爸比视讯，天天我看到爸比。好，爸比答应你。方思瑶，这条路根本不是要去读书人家，你这小杂毛去。反正以后你要什么东西，爸比都买给你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可是我以后要让爸比视讯，天天我看到爸比。好，爸比答应你。那你跟妈妈说哈。安总，讲了就好呀，完全无让咱熊 baby 起怀疑，妈妈会相信。小 baby， 乖，妈咪跟爸比无在你的身躯边，你袂用后壁发生地哦。妈咪要去美国工作，你要乖乖听珊妮姑姑的话。妈咪跟你讲的话，你敢有记？吃饭饭的时候不可以挑食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要自己洗头，自己洗澡。妈咪教你的，你有没有记着？我都记起来了。妈咪，你要去美国了。圣诞节，你和爸比会回来吗？我有卡片要送你和爸比哦。妈咪会把时间记起来，我一定想办法赶紧赶回来。小 baby， 妈咪哦，已经替你把行程拢记好啊。冬天，还佫有热天的，拢分开睏。你若会寒，爱记得把衫裤摕出来穿，知影无？功课不会写，就要问珊妮姑姑。还有最重要的，你要记得想妈咪，因为妈咪每天都会想你。你不可以忘记妈咪。我当然会想妈咪啦，我最爱妈咪了。妈咪也最爱你啊。你在妈咪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妈咪最爱最爱的宝贝。给妈咪一个 kiss bye 好不好？妈
妈咪，拜拜，你要赶快回来哦。我放肆啊！你到底是在创啥？熊北鼻拢已经好你哦，是安怎？你要甲伊讲，你要逼伊做工课哈？你到底是在创啥？方思瑶，方思瑶，方思瑶，这条路根本不是要去读书引导。方思瑶，你到底是创啥？你这小杂毛！方思瑶，你跟林姐呢？你卖冲动了，方思瑶。钟伟哲，你不是想要跟我离婚，想要跟我切合你，我就达成你的愿望。今仔日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是谁要跟你同归于尽啊？我跟我大好前程，你想做你去效力？放下，放下我！放手！周慧珠，人哪个人？周慧珠在干？几暝电话啊，为着拢无接，要安怎？妈咪，我明仔载对离开家，也毋过我阁无想要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我就想要赶紧找着伟哲，甲伊讨论一下是要安怎才好。也毋过伟哲从来毋捌互我找遐尼久，阮找无人个，敢会出啥物代志啊？袂用的，我也是去因兜看一下，较安心嘛。小明啊，这尼晚你是要倒去啦？啊？妈，我找伟哲找几暗嘛，拢找无人，我足烦恼的。我想要去因兜看一下啊。有啥物好烦恼啦？无你卡，伊是超过伊袂接你的电话啊。袂，伟哲绝对袂安尼对待我，而且我一定要先出去甲伊讲一声再见。嘛，要甲伊讲好清楚，我要离开的原因啊！较唔免伊临时找无我的人，伊会着急。哎，我做你这么出气啦！你这人有啥物留恋的？你趁早吼，甲伊分开就好啦。我实在无法度了解，先怎你会雄雄改变你对伊的态度？你这么遐尼讨厌伊，反对阮两个做伙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是因为伊有啥物唔好的所在，还是你有啥物误会？妈，你过去一遍跟我讲好清楚，安尼我唔想有法度处理，唔只会当了解啊。小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袂伤害你的就是我。妈妈拜托你离开钟伟哲，这代志哦，以后我有时间，我才介绍给你听啦。你只要会记，妈妈是为着你好，我袂看你安尼愈聊愈亲，以后吼你会怨恨我。我父母讲吼，无较早甲你疏动咧。妈，谁说你每一个人拢要反对阮？谁说拢无要支持阮两个做伙？
你真正无听我的心。妈，怎么做啥？看你是要选妈妈，还是选总袂错？你讲啊，你选啊！妈，恁就是我的妈妈，就是我的男朋友。我一世人最爱的是恁两个，我什么人拢无法度失去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别这样残忍给我做这款的选择好不好？我求你，我拜托你啦！小婷，妈妈拢讲你啥啦，拢唔听。你若真正要安尼，以后你都无妈妈啦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妈妈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，我看看你有要紧无？你要关心我先。惠弟，我安怎告肯，安怎讲你都唔听。你敢来做为着一个人买地瓜心？好啊！妈，妈，我答应你。妈，你讲什么我拢答应你。只要你别搞安尼，我拢答应你。我明仔日头早我对你离开，安尼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婷，你只要相信妈妈，妈妈袂害你的。先讲瑞芳的生命迹象真稳定，未有性命危险，真正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即马干那希望瑞芳会当赶紧清醒就好啊！医生，我身体情形安怎？敢有啥物所在需要特别注意的？无人烦恼是脚，伤到脚严重，今日嘛要甲乐观。我恐惊无得回百分之百恢复。你是咧讲啥？简单讲，伊个脚若是骨头断去，也会伤到神经，恐惊以后坐轮椅啊。那安尼，伊个脚敢无法度医好？伊的摩托就是这个属性的，医生，拜托你，你等下给伊开药，好无？拜托你。我了解，我了解，我会尽量替伊做治疗，不过嘛是要提醒你，今日莫太乐观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医生，医生，伊对阿公真无乐观，我的脚，我的脚是安怎？医生，麻烦你先出去，给我家己跟伊讲。你想怎叫伊出去？我听伊心情在讲，我的伤势，你叫伊来，我听伊讲啊。是啦，你听唔对啊啦。拄只医生讲哦，你的情形真乐观，虽然你脚受伤啊，啊，不过好好休困，慢慢做复健就好啊。你别骗我！我拄只没有听医生讲，我的脚以后是无得走路啊。不是，这只是。暂时的啊，啊好好啊，医治就会好啊啦。你在创啥？你别讲话。袂用忍啊，你袂用落眠床啦。你的脚袂当袂叮当，给用着好啊，你倒啊好啦。我
你不爱我扶你，我要紧跟护士扶你好不好？我无说马甲多三个，我跟伊当朋友，我跟伊当朋友。不完了，林静华，你今嘛总算搞毁掉啊！你抽走我的筋骨，害我一世也无得徛起来。你今嘛怀疑哦？你怀疑哦？你是在讲啥？你出差有跟我妈啥关系？你妈在哪？你到底是为着啥代志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今晚来听啊。你看到这个困难，我是不是就流泪？是不是就惨了？我真的是足好笑的，我俩走靠我家己，就当同一过道，结果走过山路来路海，后那我都替我妈报仇。我家己，我粗心淡薄，我真的就无容易个，我真的就无容易个。你是在讲啥？你妈的事跟我妈啥关系？你讲较清楚，我听无。讲清楚什么内容？假使你知影，你敢好多甲斗相共？无人我都甲偷三江，无人我都甲偷三江的。杜瑞峰，杜瑞峰，你真正就无路用的。你的心肝无人用，你的心机更未变，你的手段拢无帮人出彩。我想，这是一场戏，这是一场戏，这是一场戏。你别安尼啦，你会较会好诶，你会较会好诶。不管怎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医好你的脚。你不是无路用的人，你别搁安尼伤害你家己啊，好不好？拜托你。我是变怎才好啊？今麦所有连指控林静华的证据，拢被抢走啊！我搁变怎安尼？我啥物拢无啊！
静华一定被好好过。伊丢了个遗书查找以外，一定会继续用秘密枪来对付我。不行的，我要看林静华第二模样，我会气消。我今天无法度看遗书，知影一切所受的痛苦，我绝对会气消，我绝对无法度忍受的。我不会，我不会再面对这一切啊！我不会。瑞峰，你这种干好不？虽然你卡伤伤啊，啊，不过会好啊。就算无阿多恢复到卡早赶快我伤正常，啊，不过你即摆会当靠你家己徛起来，以后一定会搁较好个嘛。你是靠大家个，无亲像我个跳舞，卡转去都无阿多跳啊。所以杜振公，以后你的脚会有一点仔无方便，啊，不过对你的人生袂有伤大影响啊。代志无遐严重啊，无代志啊呐。医生，是的啦。我拄则情绪伤过激动啦，该惊着啊！今日麻烦你出去替我倒水，我啉好不好？我即摆想去替你倒水，我扶你来面床顶倒好。妹，你留我一人担待着好。医生，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这世人，我拄着你，我嘛是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边啊！林多嘴，瑞峰拄才讲遐个话，敢若是咧指责，是妈害伊受伤的。啊，不过伊拢无讲予清楚，毋知影是伫个阮瞒我啥。拄才阁雄雄变甲足冷静的，实在是足奇怪的。冲啥？医生，其实我拄则想要讲的是，卡出咱的人生当停来，我希望咱当初莫做伙，我更加希望我无拄着你。走走去啊。
先把公子郎想歪了。一笑，咱将所有一切归零。安尼，你当重新开始你的生活。我注意我，你嘛注意我。再见。我伫咧你温室内底，另外一条路就是去找你妈妈好清楚。啊，不过迄个真相会真残忍，你敢有迄个胆，敢有迄个决心？是安怎为着规暝拢无甲我联络？敢会是真正无机会甲伊讲再见？小婷啊，啊你看好未？咱来出发了。妈，我去了。谢子琪。你是要去倒啊？是安怎行李拢看好势啊？谢琪，我找伟哲找几暝啊，也毋过一直找无伊的人。你敢会当帮我甲伊讲一声？我特别离开家，叫伊一定要打电话我。钟老师，昨发生意外，是真严重的车祸，伊人甲车拢跋落去山坎，车爆炸，拢烧了了啊！救难人员到即马还袂找到人，状况真无乐观呢。
谢子欣，你先后别讲啥，你嘛别讲生气哦，伟哲绝对袂准意我。江小婷，我无讲生气啊，我讲的是事实。好啊，哪一事故现场在倒位？你带我去看。我一定要亲目睭看到，我才要相信。今仔你带我去，今仔你带我去。你别当去啦，咱车班要白付啦。妈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让我去看一下就好啊，我保证，我看一下，不管结果是安怎，我一定对你离开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让我去啦，好不好？妈。我开车，我载你去。那你紧啊，紧走。什么人呢？我们目前只有找到包包，里面有钟伟哲的证件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拜托。做公代志，你妈妈是要安怎？你还阁少年呢，你的未来阁在等你。你无替你家己想，嘛爱替你妈妈想啊。我车无去啊，我的未来嘛无去啊。小婷，总为着无记得，让你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你活袂落去。你叫妈妈是要安怎？啊！妈，我的人生已经无意义啊！啊！我知影，我不是一个乖查某囝，一世人你为我烦恼，为我艰苦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也不过。我是人好不好？我是人，我做妈妈，我会照顾你。我是人，我才敢报答你的温情啊！我不是你后世人。
你讲你的人生无意义，那恁妈妈呢？妈妈和你人生，妈妈饲你大儿子生下，你来当来对我，你讲啊，妈，是嘞是嘞啦，要不真正无为着我，我袂落去，我真正我袂落去啊！你跟我讲要安怎？贾小婷，你别再讲啊，好不？钟伟哲无带你这么爱伊，伊根本就已经……子晴，小婷，一个相爱的人，这种痛我妈妈了解，啊，你不是上友好、上体贴妈妈，上不甘妈妈艰苦的人，敢不是？妈妈做过人的第三者，伊当初我嘛感觉这世界已经无希望啊，拢是为着你，是你让妈妈搁重新活过来，妈拢是为着你，你敢知？娘哥，我今晚真痛苦，我真痛苦，妈你给我哭，我无位置，我要安怎？我痛苦到要死啊！你给我哭咩？小婷，哎，你坚持要跳，妈妈陪你做伙跳，妈妈陪你，陪你走完人生最后一条路。爸，妈，没有啦，是我不好。出代志，万一你也把我调来，我的形象就不好哎。妈，是的，是的啦，妈。这就危险的，有啥物代志，咱等下再讲，好不好？你的作为者已经安尼啊，你都爱坚强面对。之前爸爸妈妈嘛有害咱啊，这个所在真正无值得咱留恋。咱搬厝好不好？咱搬去另外一个所在，搁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小婷，好不好？我想要从啥，你应该心内有数。你想我赶紧老实讲，瑞丰也发生车祸，是不是你指使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就不是啦。别人跟你讲的话，你凊彩耳孔拍拍，我讲的你拢不爱听，不管我讲啥拢无路用，敢不是？妈，妈，你到底对我做啥？想做也赶快，赶快跳楼结束性命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瑞丰伊跳楼，要结束伊家己的性命，爱怎嘛弄安怎？哥的性命保掉啊！他们跟我们前说万一，哥跟我家己有关系，姐姐嘛叫我来问你，但系我讲是你，
莫和你讲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家己想袂开要跳楼，讲我什么代志啊？对昨甲今嘛，我连磕都无磕伊，伊今嘛出代志啊，就要算我的头壳顶哦！我真正有够冤枉。你讲甲你无关系，那你哥是安怎遐尔怨恨你？你甲哥的亲亲妈妈，过去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哥有讲，伊为着要替伊妈报仇，煞无敢失去一切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伊妈妈的死，哥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好啊啦，我根本就唔知伊在讲啥。杜瑞峰讲遐莫名其妙的，你就去问伊就好啊，他就再来问我。我早就在怀疑啊，这几年来，你对哥一直有敌意。你看伊的眼神，唔那是讨厌尔，佮有惊吓。你惊哥，所以你处处打压伊，伤害伊。若不是你有做出对不起哥的代志，你哪有需要自哥细汉就惊伊？你一定有做亏心事。你是咧乌白讲啥？是甚物人惊伊啊？无这个代志啊。那安尼我问你，哥我无代无志，哪会发生车祸？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啊！若无这件代，叫我来问你。我跟你讲，跟我无关系。你是要我讲几摆？你那个朋友郭佳佳是笑的，伊去闹伊大妈的专访，这是笑的才做会出来的。你竟然去听一个小查某在讲话，你竟然再来问我？你没跟佳佳骂哦？你之前做的代志已经让我足心痛，今麦阁发生这种代志，大家拢讲是你，跟我差不多见过尔。我真正感觉足悲哀的，我哪有你这种妈妈？你安尼想害哥，你哥安尼安怎继续爱你？医生，我相信，真相是啥，一定查得出来。你放心，我袂阁有瑞丰受任何委屈嘞。也是讲。你不择手段伤害哥，是因为阮两个相爱，所以你要阻挡阮。即摆你会当欢喜啊，因为哥甲我讲，伊无法度继续阁甲我做伙。伊讲卡苏时间会当定来，伊讲我袂甲我做伙，伊要放我自由，伊要让一切归零。你为着我的幸福。为着我的未来，为着我一生的梦，若是这是你想要得的结果，那你讲一个你想讲啊？你为着我，就等于为着我。好了，医生，医生，冷静点，我先来决断。林志华，你看你的查某囝这么痛苦，你我同你无影无紧，也唔去讲那是危险啊！你就是白白搏命，你讲我。杜瑞峰安尼出车祸，伊安尼想要鬼要跳楼，哪有想要我担？好啊，你若要找一个人出去哦，你也卡开我。好啦，代志都我做的啦，是我害的安怎？你爸，你别问伊啊，这种人袂成恁的。啊，不过我心内知知，哥有甲姐姐袂原谅伊，我对妈切心嘛，我已经天天死死嘛。你嘛在咧决断，医生，你听爸讲，即摆上个重要时间，瑞峰两个人的身体拢爱顾好，咱先来病院，先确定瑞峰有无代志，咱再搁讲，好不好？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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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的脉冲哪这么快？你上病院，你来。放弃咱的感情，我一直陪在你身躯边，好不？好不？医秀，你精神啊？医秀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王院士，你查某囝报告出来。医生，阮查某囝到底什么状况？哪会用昏去？
你只是情绪伤过激动啊，啊加休困，啊保持平静，若无对巴肚底的囡仔真不利哦。医生，你讲啥？巴肚内底的囡仔？你查某囡已经有身啊，拄只超音波照了胚胎，所以啊，一定好好休养，注意身体。恭喜你，这是查某囡的怀孕前一代。等下护士会提一挂相关的资料给你，你先休困，等情形较恢复的再离开。爸，爸，爸，我好瑞峰的囡仔，为了咱口腔一回头，为着阮的囡仔做伙打拼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若是一对翁仔某，嘛是咱的爸母啊。瑞峰伊袂阁失志，伊一定当振作起来。伊当重新考虑阮的关系，袂阁感觉人生啥物希望拢无啊。无错，伊那是生命的英雄。我相信瑞峰甲你有这个囡仔了，恁未来的人生已经拢会无同款啊。因为伫这个时阵有心啊，这个囡仔讲是天公伯啊送恁的礼物。我今物就来找伊，甲伊讲这个好消息。哎，英雄，你先冷静落来，医生好好静养。唔通伤过激动啊！若无想到囡仔同好啊！我已经好啊，爸，你放心，我袂有代志的啦。佳佳，啥代志？你伫个倒位？瑞峰哥讲有代志要甲你讲，你敢会当来伊病院边仔公园甲伊见面？好啊，我拄好要找伊，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伊讲哦。佳佳，你甲哥。爸，哥拄好要跟我见面呢，我即马就来找伊。你找伊是要创啥啦？你即马身体这么歹，应该好好休困啊。伊要找你，定爱叫郭佳佳传话哦。因即马的关系比你较亲哦。你即马是咧白讲啥话啦？爸，不要紧，不管妈安怎讲，拢无法度影响我的。爸，请你莫阻挡我，嘛请你莫地来，好我去找瑞峰。让阮好好过阮的生活。你笑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都唔知影伊无可能有未来，你想放弃啊？瑞峰哥。厝院手续我已经替办好，嘛替约好伊小啊，咱会当走啊。瑞峰哥，你敢确定你真正要安尼做？你敢真正要放下这一切？瑞峰哥，伫个我上大梦的时阵。只有你陪在我身躯边支持我，你放心，今麦我来疼你啊！我会用我所有的资源，把你的脚治疗好。咱先去美国处理阮爸留予我的遗产，等咱有实力啊，才回来找咱的元首人报仇。我相信你妈还佫有军友伫个天顶，一定会保庇咱。即马咱两个拢已经有钱啊！这个社会教咱，就是只要有钱，黑白是非是会当颠倒的。安尼咱就有钱，好好啊还钱。你可能放唔掉，我袂阁想袂开啊！我袂阁林静华继续不留我的机会。天公伯留我一条命。就是我替阮妈报仇。过去杜瑞峰已经死啊，从今以后杜瑞峰袂阁两只，袂阁受感情的牵挂，我手前无敌，就是爱林清华付出代价。瑞峰哥，行。
诚实要跟你讲，你想要讲的先听我讲。你看，这是啥？咱有家己的囡仔，这是我的怀孕检验报告。咱有家己的囡仔。你也袂讲话，敢讲你无想要这么紧就有囡仔？你无欢喜哦？咱已经结束啊，无所谓囡仔，囡仔摕着。你哪会讲这个话？你就是讲我咧骗你哦？不是啦，是真实的。这是我的怀孕检验报告啊！你看，你看卖的嘛。是我的囡仔，你用生下来。绝对袂幸福的。检验报告，你看一下吗？我知你搁在想起我妈，我拜托你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啦。赵我的话就讲到这。这台手机，你袂当断掉啊！咱当作这件代志。莫花心肝，你真正歹伫我，麦克顿，你莫安尼啦，咱是无跟大家做伙呢，咱有囡仔，以后咱都是人的父母啊，一家三个人，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囡仔，你若是走，这个家都无完整啊。有什么家啊？我无什么一家三个人啊！我只要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林静华，我真正无都该做的。赵医生，咱就要过去，当作是一场梦。今麦忘记啊，咱两个从来毋捌失散过。不是，你是我的哥哥，是我的阿，是我最爱的人。咱有囡仔啊，你别惊，这是咱的梦想啊。你若是走，我无办法怎么样子啊。阿哥，你莫走啦。咱来走。我拜托你，你莫走，我保安哥，我拜托你，就这样，你先走，我赶紧走。瑞峰哥，干。
春雨像彼出过去的梦，有心人故意予人，已经远不再期待，伤心人无目屎，总是阮多情人。像你做的这个工程吼，半年来咱结束啦。啊，大侪人当嘛在问讲，你到底是不是要吃明年五月余下的工程？啊，进前包出去的工程嘛，你问讲什么时阵会当清款？来要清款的哦，要有点就会当来啊。啊，我们当面跳来传一下话。你来讲啊！我这边十外个兄弟拢爱靠我食饭的，这就是我的班底，啊，无就算了。我有讲啊，不过伊就是要找你设计啦。啊，工人的部分吼，伊讲伊拢超好。啊，要找我做工程，就要用我的班底，这是我的原则，无什么好谈的。哎，明哥，阿爸，这位上好啊，我都做起来吼。有啊有啊，非常好诶。好啦，太细腻啊吼。好好，多谢头家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大家休息休息，饮茶凉的吼，自家来。多谢头家，陈伯兄弟啊，就爱讲价啊，做事无咧分头家辛劳，叫我阿红啊，红哥，你是，好啦，小姐小姐，辛苦辛苦，哎，来，这份奖金，辛苦，大家小心分一下，头家车辆的哦，来来来，
来，阿哥，卖给无用啦，卖你娘的呀！哇！车顶无人诶，靠哪会叮当？过去也唔关掉，你是要干害死我啦？歹势，我唔挑工的啦，你人我哪无啦？我真正让你惊死，我看我爱来去收惊啦。好啦，林哥啊，要过无胆啦，要收惊哟，好啊。啊，无念要收工了，咱来唱只歌，靠住袂啦，替伊收惊好无？啊。来我家喝烧酒唱歌，安尼要来知影幸福的滋味。阿姐啊，这歌声哦是心内话啦，啊酒哦是欢喜甲悲伤的白塞啦，啊无唱歌无喝烧酒，要哪知影什么叫幸福滋味啊？你有听无？啊？对啦。吼，红哥，你即摆伫我的店，搞我咧讲道理哦。展宏啊。啊！你酒啉啉嘞，就愈来愈大胆哦，连飞姐也敢死哦。无啦，姐啊，即我他无听唔对，你是讲叫阮来把钱哦，摕转去饲宝囝，并无讲叫阮卖啉烧酒呢。啊，哪咧耍落来酒唔对？好啦，若是你愿意哦，陪我唱歌，我耍落来酒，我请。是啊。Bye.
飞姐啊，啊你也是哪袂来啊？伊讲唔来吼，阮丈夫就真正无多享受着幸福的滋味哦。饮烈酒啦，莫遐搞话好不好？吼！你是咧吼啥？吼！搁吼嘞！吼！哎，人过来哦、喔！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工人难搞。来你家，小酒当然爱饮，要唔过爱情的代志，我嘛是爱心情。平兄，家人拢来啊，来啦，做伙饮一杯啊。你叫阿平兄，表示你对我这长辈啊，表你尊重。那你手头工程，就挂我处理，卖我这少年的要求，我哪不会这个。平兄，我看下无，我也唔爱靠我吃饭的，啊，卖加讲遐个。工程半路我处理，红包我包着去。啊！你我的身败，我是要收你红包啊！哪里讲？你是唔敬信？哪里偷窥的？啪！哎呦，拜托，唔通啦！哎呦，阿平哥，你安尼起脚动手，我咧是要做生意啦。是啊，甲人物件拍拍，是要安怎啦？你的物件拍拍，我会甲你赔。啪！飞酒真正无法度做生意啊啦！饮酒赚这艰苦钱，啊，你嘛袂用安尼舞啊？迄只唔正囝，唔知轻重啊，真白目，我这连少人都会生气。哦，啊，伊唔知轻重，你是做人先败呢，就要甲教对无？啊，你要超生意，我甲飞姐干脆唔免做生意。好，今日我留一个面子予你，连刚才找客栈拢超，也唔过，阴暗。你要陪我吃宵夜？阿伯，啊，我应该踮遮陪你饮几杯啊，降下火气的。啊，不过你足清楚，我是无陪人去出去吃宵夜的。我唔管你跟人去出去吃宵夜无，今仔日啊，一定跟我出去，行！大哥，你放下！你放下！你是无听姚兴讲啥哦？笑狗放？唔正囝，
你都害惊呢？你啥物叫做？凭啥管我代志？就凭这啊！你的低高型吼，拢给我录起来啦！你想要去哦？食较歹的啦！你开枪是嘛？把枪给抢过来！你在创啥？送白衣啦！人留伫遮，要找什么做生意啊？快到上街口去啊！白衣啊，人前面有单条。来，白姐，你要不要过来跟你小啊？白姐来啦，不好意思，阿平哥透啦。展宏，嘿，怎么搞？我不对去白衣啊？啊，你要去创啊？你又不是护士的啦？啊，你干嘛不露样啦？应该是留在遮吼，搞点小小的啦，吼。我是实习医生，我先来看麦啊，等一个医生就来啊，吼。振宏，你的伤过就回来，要去吹下无？免啦。哎，柯振宇，给，再看麦一下。病人什么状况？病患左脚穿刺伤，大量出血，右胸可倾向。请赶紧向李毅手术室提机会，我来联络主治医生，把兄弟过来。是。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对，四哥，看下手术要办的，先要办办。好。报。阿龙，陈医生在前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在病院时阵哦，唔通叫我的名，叫我较大声。也是叫我柯医师啦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我叫你的名，你无欢喜哦，我计写歹头啊。无啦，只不过吼，你若是大声叫我的名，安尼大家拢知影你甲我两个人有关系。到时我若是甲你斗下手哦，排伫咧头前的人，敢袂讲闲话？歹势啦，我着急着啊，无想遐济啊。你哦，大家拢安尼啦，爱等英雄，不遮侪麻烦。卖搭念啦。受伤去共和观音处理啦，无真正死人啦。好啦，我来处理，你稍等一下。振宏，啊，你手受伤，敢要补药啊？免啦。讲正经的啦。今仔日亚新菜市阿妈捡饼的食豆腐，你敢有食错？真无聊呢，佫讲，佫讲到细了，我来讲。莫袂去敲动手哦，莫了准讲你小弟是医生，抹药啊拢免钱啦，当你凊彩讲吧。好啦，较细声的啦，莫佫我陈玉了麻烦啦，啊。帅啊帅！哎，医生，手术顺利无？无代志啊。喏，哥，我还是要靠劝你啦。你是做工程，是做兄弟，唔通安尼一工到晚嘛，就甲人冤家相拍。你若是唔听我靠劝，后盖你就莫来便宜找我。陈宇，你讲这话，我哪听起来敢那亲像你惊恁哥甲你找麻烦啦？无啦，莫胡白乱想啦。陈宇是惊我出代志啦。陈宇，安娜，靠婆家来采好不好？
啊，搁再讲啦，我无上来恁病院，恁病院靠啥赚钱？啊，好啦，啊那无代志，我先去保养。是噶，甲阿伯讲者，讲伊个人即摆在病院，叫伊家己来顾。啊，好。陆小姐，你讲的我拢有了解，我嘛会当体谅你的为难。啊，不过真歹势呢，这关系到病人隐私，啊，你妈妈的病情哦，啊，是爱麻烦你亲身来病院一转，和医生当面甲你讲。啊，我伫电话中嘛无方便甲你讲啥。啊，若是你，喂，我未讲完呢，就搞挂掉。李定荣，你唔免插伊啦，你只是暂时来支援的，所以可能唔知影。迄卢桂芬真正有够嚣掰的，可惜个伊是代表，每一个卡电话拢爱匹配叫，真正拢不共人当作难看。别人的家属本来就较紧张啊，这我唔是捌拄过啊。非得甲别人照顾好，安尼上重要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迄卢小姐伊妈妈的病历伫咧度哈，我看卖。医生，多谢。长红呢？啊，伊上夜休息，有人来陪伊，唔知敢有需要到啥工？下去做啥呢？叫出来！你好，我就是钟三妮，请问你是？钟三妮，你真正足大牌吼！是啊，那你电话中无闲甲我讲阮妈妈的状况，就爱我亲身走一走。你敢唔知我是谁？我就是电话中的代表卢桂芬。话失踪就失踪，啊，台湾找无你也唔敢联络，你真无意思啊！相见不如怀念啊！你是家乡大汉，谁做叫你阿管？冰狗，你这长嘴狼，水啊！我看你真是牛掰。谢子琪啊，你敢袂想过离谱啊？辛苦不也早已那两三天都换一个。妈妈算了，你一定会满意。江江，子琪的感情观竟然变得这么开哦。应该是小婷的代志咯，但是伤到伤到严重，变得比较变态。我按个一下。哎呦，你看，十年前你有奇怪之分，你看大细病。你管我？你心里头嘛？我真是无。媒体那边，我会动用所有的方法来消毒。做你放心，袂顾心较差。各位，伊就是咱的代表，那滥用公权力打压医护人员，出手硬拍。哎，慢些坐下来啊！哎呦，老朋友啊，恭喜你坐下啦。You got